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日马来西亚的 Rogan Pauling。今日就是要来开箱这个书啊，这个是 DIY 的书啊，今摆足行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YouTube 2000万疯传的中村开吉的企鹅炸弹。甲紫机关内底有13个紫机关，伊上有名的应该就是听我梦，听我炸弹。今日我就是要来做听我炸弹，然后你准备就做期待，你要做对一个？我要做跟你最像的。哪一个？淘汰了。好，谁跟淘汰了很像？很像啊！我现在没有哦，我现在没有哦。你常常弄开，弄开就是淘汰了。啊，有风的时阵嘛，现在无风嘛，你后边有给你橡皮筋的，伊内底吼有教你按怎按怎做。我靠，那个机关足复杂的。好吧，好，我看了就觉得累。现在就是颁给李准基做的《淘汰狼外传》，有一个。德啊！我的桌子。德啊！来切一。让你做一下。喂！哎！一次成功。淘汰狼的裸体。真的要打马赛克啊？没吧？你转个侧面，你看空手入白刃。好。空手入白刃呢？好。裸体淘汰狼，再玩一次罢了。可以吗？而且你自己又装回去哦。嗯。真的假的？再来切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下礼拜。这个就是我做的听我炸弹，来咯。来咯。卖快一闭闭安呢。OK， 哎，五高出来就对了。来。你看，卡起来咯。哦，成功。这个书是阮家己去博客来买的，因为感觉足好耍的。内底塑料枪哦啊，有这个新的感官的炸弹，传离金也是炸弹 ，Cinderella 的马车，这个咬住不放的狼，这感觉很酷哎，咬住不放的狼。对，淘汰狼已经射，翻筋斗兔子跟翻身乌龟啊，它一直翻，咬人信封哎，你看你一拿就会被咬住，这很棒哎，起床猫头鹰哎，啊，没败色哎，但是。就搞搞的，就搞搞。今天的主开修就到这，后该继续后边开修。OK， 我是 Smiling， 麦白鱼分享我的影片和你的乡亲父老，还有按赞订阅，那是你要继续看我新的影片。OK， 后该见喽，拜拜。